一年一度的 Freedom Over Texas 国庆烟火秀将如期举办，但市长指出今年将不会开放给现场观众，请看详细报道。休斯顿年度国庆烟火秀 Freedom Over Texas 今年仍然照常举行，也会有艺人到场表演，是休斯顿的年度盛会。过去这个活动总吸引成千上万人参与，但今年不同于以往的是，市长特纳指出，有基于卫生安全考量，今年将不会开放观众现场收看，民众可以在自己后院或在电视上收看转播，欢度一个特别的国庆日。